绿厅这里还有一个会后，会后记者会，会后会，会后，可以等一下再走，等一下再走。等会，等会，等会，记者会，你最好先。什么时候？要什么时候？这是什么？什么时候？没有啊，记者来的时候。OK， 这是为什么？这个是为什么？形式没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形式是什么？诸位，奉献谁最贵？靠，那怎么弄？会后记者会，记者会固定有，记者会有那个自由时报，那大家想要跟旁边那一位，想会上场是很好，不要等我们就开始。我们有那个，我们有自己的那个，自己的。我们去吃桶啊！好，我们要去吃桶。等一下。对，因为那个淑玲的妈妈有准备晚餐。嗯。那个 Vicky 哦。要去看小金的。他是讲小蛋。做的结论就是说，请美丽湾公司回去好好针对大家的意见，做改善，改善好以后环评再开。所以我们看不到真正遵守法律的态度。一个玩弄法律、切割法律、切，然后抢着建造，主体建筑快盖好了，才为了几栋那个别墅去申请。环评的这种案子，然后环评委员
审查的东西，说你哦，你的过程你应该要做好什么什么什么的事，可是整个过程完全是恶整环境，整个把50,000立方的废土堆在沙滩上，污染沙滩，污染海域，整个的珊瑚礁全是泥浆，这样的东西所有的委员全部没有看到，然后看在环评环说书上说哦，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，审查一个已经过去虚假的东西，这样的环评的意义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。看着这样的环评大会的这样的过程，我们对这样的环评的过程完全的失望。法律还是整个社会正义最后的一道防线，那么还是要请大家所有发挥自己的力量，让真实能够呈现，让虚假的环评作业能够再停止，不再继续下去，浪费社会的资源。县政府在这件过程中一直强力护航美丽湾，那美丽湾自己居心不良，从一开始就规避环评，玩弄法律，那县政府也跟着套好招，政商不合法的，然后他们就改善，罚款罚490,000给他建造，一步一步让社会的资源一再的浪费。呼吁大家认知这件事情的真相，让全国民众都能够了解。谢谢。好，感谢大家。就三言文。感谢各位哈，谢谢大家。